6:53，正式出发上高速。刚才哪掉了几个点？现在还在掉吗？对。买你好像。走。就咱们五个吗？对。后边还有吧？他们都去洗手间了。哦。现在是早上的8:26。我们已经来到了新娘瀑布，这是宾主播今年第三次来新娘瀑布了，比前两次水要大，这个水的流量可以看到，这个瀑布的这个宽度好像比以前要大一些。都3个小时不干了。哦，3个小时。那是你们。你们都要看谁？不一样啊。1小时开始计时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。对了，那我们出发了。对讲机都分配好了啊。那个老朱他在中间啊，然后威德他们家在后边一点。然后加住咱们整个这13个人，我在前面走，谁在后面？背在他们家。走。今天最小的是这个，哎，你几岁？10岁。十岁的小姑娘 Coco。滑雪滑山都是双用的吗？双用的，不是它是有珍珠的，咱们上它的强度就够。不、哦，那我不是新买的，那我早知道问了。这账是新买的，新买的，滑雪和登山双用的，几十块钱一个一对。我这个贵，他那便宜啊，你这个双用的贵型的，他那也双用的，他小孩的便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宾主播，今天我们是一行13人，左边，北登文化协会和佳佳旅行社组织的去。曼宁的 Forte Mountain 去看金松，我的右手边就是闪电湖。3个人走，一直走过桥啊。他有人帮他背衣服没事。我们现在如履平地。就是平地。你的衣服啊，你的那温度可以吗？的衣服啊，可以啊。嗯，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你看这状态。我们今天走的 Mountain Forte 是一个21.2公里的往返路，海拔提升呢，应该是在1200米以上。属于高等难度的4星半级。今天很多人吧，停车场已经停满了，都已经停到那个路口了。对，这是我在曼宁以来，曼宁今年夏天到现在目前已经来了第3次了。这是停车场停的最多的一次车。可见山上的人有多少。都带3瓶水。这个金松的号召力有多大？宾主播已经发了2期曼宁公园的这个视频了吧？一个是自驾游到这儿来玩，一个是我们佳佳旅行社来夏天到这儿来玩船、桨板什么的。金松是
BC 省的一个秋季，相当于北京赏红叶的这么一个美景吧。有很多公园都有金松，但是曼宁公园的金松呢是离温哥华最近的，也有一些比如说贾斯伯呀、班夫那边也有金松，但是那边就比较远，开车要六七个小时以上。看一看路标，看一看路标。我们到这个 Forsyth Creek Camp 是6.4公里，到 Forsyth Mountain 这个山峰的顶呢是10.5公里，到营地是6.4啊，来回是12.8。因为这条路也是金主播第一次走吧，曼宁公园的路有特别特别多，6.4，单程6.4。我们体力不支的或者不太好的，走到6.4就要往回走，其他的人要冲到山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金主播，我们已经走了1小时40分。6.3公里左右，沿路的路非常好走吧，基本上是缓坡一直在上，有一点点下坡，刚才那小段路再走个几百米吧，就是 Mountain Forsyth Creek Camp， 就是这个山的在半山腰的一个营地吧。这营地有小木屋，有卫生间，我前面就有4个重装的徒步者，他们应该是去营地。 Thank you Thank you。今天我们的速度是，现在目前的配速是应该16分多一点。还有1公里。对啊，他这个，我说啊，这个是谁来的？对，我是彬彬有礼。Yuki 啊，你好，你好。Yuki 在前面是不是？那在后面，还在后面。没，那是 Yuki 群里的。Yuki 能不能在后面呢？我也是他群里的。他说的是 Yuki， 不是 Yuki。不同的人。你们是多少人啊？我们呀，我们有4台车过来的。哦。你们几点上来的？我们10点。哦。你们呢？我们10:40。哇塞！你们是开大客来的是吧？对，开了个中巴。我们已经走了1小时40分了。不错，走了2小时03分，终于看到了第一棵金松。7.93公里，估计到山顶的距离应该是11点多公里吧。Hi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彬主播。经过2小时27分，9.14公里吧。我们现在已经正式的进入到金松的这个林里边了。我们可以看到我前边，来，各位网友，请看。
then you just like having to come with us. 我们现在离峰顶应该还有两公里左右吧。到 Mountain Forestry。路上已经有雪了吧？这是今年入秋以来看到的第一场雪。雪不厚，我们近距离的看看。金松啊，它这个，松枝会由于天气变冷而落了吧？这是落叶松啊。我查了一下吧，就是由于它那个海拔比较高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它的油脂分泌的比较少，所以不能保护它这个松枝过冬。看看，这就是2409米的山顶。今天人好多呀。现在目前风特别特别大，而且山上的人特别多。上山的路都是碎石头路。10.5公里吧，我们现在往回走，山上的风太大了，而且都是碎石路。最美的金松呢，应该不是在山顶，而是在这个位置。这里边金松已经成片了。我们上山用了3小时05分钟左右吧。还休息时间吗？寒了。我们下山估计可能是2.5小时左右。刚才我们在这儿照相特好看。是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斌主播。现在我在的位置是金松最密集的阶段。这个位置海拔应该是在2000左右，2100吧左右。颜色都已经变了。这个太阳一会儿出来一会儿回去挺好。对，现在刚好现在拍摄刚好那个太阳有点那个有点感觉。我们回到了闪电湖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斌主播。5个小时56分，走了20公里。中间休息了1个小时左右吧，差不多是5个小时20公里。5个小时呢，就是300分钟，每公里是15分钟吧。上山和下山的平均速度是。状态非常好吧，膝盖有一点点反应。好了，我们要去湖边喝茶了。